昨天我的 YouTube 频道破了100000订阅者，李丹，我破了100000订阅者，李丹 ，Hello， Hello， 啊，乌龟，乌龟，我破了100000，乌龟，我破了100000，哇，100000订阅者，啊，昨天晚上我的 YouTube 频道就破了100000订阅者。我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。对，其实我录这个影片也没有什么原因，就是我想跟你们讲，我破了100000订阅者。然后我破了100000订阅者，我就是要做 Q&A， 所以你们就可以在这个影片下面这边留言问我问题。你们可以问我有几个儿子啊，肚子几大啊，我问我哥哥几岁，我几岁，我的名字是什么，我哥哥名字是什么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啦。总之问越多越好啊。你们也是可以挑战我一点 challenge， 这样子才好玩一点嘛，哦。哦，对，忘记跟你们讲，你们可以在我 Instagram 的这张照片。你们可以在这张照片留言你们要问的问题，这样子我才比较看得到你们的问题。顺便 follow 嘛我的 Instagram 咯。follow 我的 Instagram。然后最后我还要谢谢你们，没有你们的话，我就没有100000订阅者。谢谢你们。快点在下面留言你们要问我的问题，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哦。我们再跟你们再见，拜拜。